我的天哪，有个老六拿来一个纸箱，把气球青蛙放进去，密封了三天三夜。在打开的时候，它竟然生了一窝迷你小青蛙。把小青蛙剪开，里面竟然还有恶魔青蛙。据说只要给恶魔青蛙戴上黄金王冠，它就会召唤来巨型青蛙怪物。真的太诡异了。不是吧，气球青蛙竟然会生宝宝？青蛙宝宝的肚子里还藏着魔鬼青蛙，只要帮它戴上金帽子，就能召唤出巨型的青蛙。这也太神奇了吧。等一下，我记得门口就有卖这种巨型青蛙的，要不然咱们去买一只回来试试看，说不定能孵出小青蛙呢。走走，马上去。宝子，巨型青蛙给你们买来了。就这一只竟然卖了我100块钱。听老板说这种青蛙可是会下小崽子呢。宝箱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他们是跟你说了，咱们先把大青蛙给放进去，然后关上盒子，小胶布，让它在箱子里孵化个三天三夜。三天以后，咱们再来看有没有生出宝宝。青蛙在里面怎么样了？啊，这凤凰怎么好像变重了？难道里面孵出了小青蛙？赶紧来打开看看！哇，宝子们跟着我一起来见证奇迹吧！它竟然出来了！哇、哦，不是吧？竟然真的孵出了超多的小青蛙呀！这只小青蛙也太小了吧！对了，它们的肚子里会不会有魔鬼青蛙呀？再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宝子们，没想到这只大青蛙这么能生，一下子生出了12只青蛙崽崽。这每只崽都长得跟它妈妈一模一样。接下来咱们就来找找这只青蛙崽里有没有恶魔青蛙。对了，宝子们，你们能用这个城市方式点赞和关注吗？据说只有1%的人能做到呢。咱们先来一只最棒的小青蛙，拔了它，一下子就泄气了。啊，肚子是空的。再来一只最瘦的小青蛙，嘿，又是空的。继续，还是空的。你一个都没找到。别急，我来找找。随机选一只，打开小肚皮，姐空的。继续看，没有。第六只青蛙宝宝，姐还是没有。再来两只，哎，里面有硬硬的东西，青蛙恶魔的王冠，上面还有两个角呢，沉甸甸的还是纯金的呢，好秘密只啊！看看青蛙恶魔在不在这只里面？哎，不在这里面。既然找到了他的王冠，那他肯定就躲在剩下这几只里面吧？让我来把他们都给打开，从最右边的胖青蛙开始，拔开，没有。还是没有，别气馁，继续。啊，没有，这是最后一只了。我看，真的有了，魔鬼青蛙！妈呀，他的眼睛也太大了吧！手上还握着一把小锤子呢。给他戴上帽子，真的会出现巨型青蛙吗？戴上不就知道了？我就不信，还能出现比哥斯拉还大的青蛙吗？我戴，哼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哎，我怎么听到外面的人在尖叫呀？去看看。嗯，大家都在干什么呀？我去，我的眼睛没受问题吧？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绿皮青蛙吗？有人把它剪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了青蛙宝盒，盒子里还有一枚魔法戒指，据说戴上它就可以拥有青蛙的弹跳能力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9只蛙，正好我这还有9块钱，老板，这些蛙我全要了，宝宝们跟我回家吧。妹子，你从哪搞这么多小青蛙呀？这些青蛙很便宜的，只要1块钱一只啊。你该不会又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寻宝吧？这次啊，咱们只要在这些青蛙里找到青蛙宝盒，又可以拥有神奇的青蛙戒指。获得了青蛙戒指，我们就会拥有像青蛙一样的弹跳能力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那么赶紧来找一下这些小青蛙里有没有青蛙宝盒。妈呀，这只青蛙也太大了吧，一整个屏幕都快放不下了。快看，这个脸的眼睛还能发光呢，这个小肚皮还肉乎乎的呢。我点，瞬间就泄气了，一下子就变扁了。不过这泄气的过程也太爽了吧。啊，变得这么扁，里面该不会什么都没有吧？让我瞅瞅 ，BBQ 的家人们，这只青蛙里没有宝盒。再来一只胖青蛙，我戳，露气了，扁扁。哎，这只青蛙里连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已经吸收两只青蛙了。乖乖，你听这只是不是有声音啊？看看，妈呀，这只青蛙也太胖了吧，简直就像万圣节火鸡一样。我舔它的小肚肚，瞬间就露馅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，
是什么呀？让我来掏一掏。哇，一只小青蛙。哇，好可爱啊，这还是视频里的青蛙魔盒吗？它是不是可以打开啊？让我来试一试。嗯，在哪里打开呢？在这里开。哦，这好像是个戒指。啊，粉色的戒指啊。魔盒里难道不是应该是绿色的青蛙戒指吗？我最喜欢粉色了，你不要的话就给我。不行，我得把剩下的小青蛙全都给打开，要找到和视频里一模一样的绿色戒指才行。宝子们，你们可以用小拳头推去点赞和关注吗？据说啊，都100%有人能做到呢。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我会给你点小心心哦。开始寻找青蛙宝盒喽！我点，检查了一下，这只青蛙里什么都没有。继续，这只也是空的。是你看错了，压根就没有绿色戒指呀！不可能，我又不是色盲。现在让我把这两只一口气都给打开，解开！完了，倒数第二只里也是空的。兔子们，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！还剩最后一只，小伙伴们，给我点点赞，来集集我起来！我点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又找到了一个青蛙盒子，和刚才的那个小盒子一模一样。赶紧打开来看看，绿色戒指！我就说吧。你说代表他就是拥有像青蛙一样的弹跳能力了，是有这么神奇吗？让我来试试。不到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戴上了。青蛙们，让我来跳一下给大家看看。小鸭子哪去了？它怎么直接消失了？大哥，太神奇了！我竟然跳到天上来了，这个青蛙戒指也太牛了吧！我的天哪！在路边捡到这种绿青蛙，千万不要扔。有个老六把它给捡开，竟然发现里面藏着一堆迷你小青蛙，还有一只背上长着7个斑点的奇怪绿蛙。据说把它放进水里养一养，3天后它就会变成巨型大青蛙，真的太恐怖了。不是吧？路边捡的这种青蛙泥泞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小青蛙，还有背上带斑点的魔力青蛙，放进水里后还能膨胀变大100倍。变大以后的大青蛙也太酷了吧！不然咱们也去路边找一找吧。宝子们，我们回来了。热死我了！我跑了3条马路，就只找到3个。哎，怎么还有粉色的？这么热的天，我才不去压马路呢！这是我在门口小卖部买的，2块钱1只。这粉色的青蛙你肯定找不到。是住了，说不定里面都有呢。让我来检查看看。虽然这粉色娃娃不是路边捡的，但是长得和绿色的娃娃基本上没有区别，还能拉着长颈鹿呢。知道，什么东西里还鼓鼓的，肯定有好东西。我捡，哎，里面都是沙子，倒出来。哎，一只小手，让我来扒拉一下。啊，这是红青蛙，除了红青蛙什么都没。这只红青蛙身上只有2个斑点，看来不是它呀。继续找，把沙子全都倒出来。嗯，又有青蛙，这一只身是蓝色的。青蛙里没有吗？视频里找的魔力青蛙的可是绿青蛙，我这还有2只呢，说不定太阳里没有呢。宝子们，除了这2只青蛙里藏着魔力青蛙的，就点点右边的小红星吧。我点，啊，绿色的，可惜它的背上有9个点。有9个点，那肯定不是呀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只粉娃娃了，宝子们，快给哥哥我点点赞助助力呀！我点，啊，一只小绿蛙，还有呢，一只夹心青蛙，不是的。视频点星星和加号，明天走在路上可能捡到大青蛙，不信的话赶紧试一试吧。来吧，那就先从你开始吧。我捡出来了魔力青蛙，沙子都倒空了，怎么一个青蛙都没啊？连普通的小青蛙都没有。算了，我还有2只呢，再来一只试一下。我捡倒出来，不是吧？这只也是空的，还是我呢？我好歹还抽到个小青蛙，你连迷你小青蛙都没抽到。我只剩最后一只了，肯定抽不到。这肚子里面怎么硬邦邦的呀？直接拦腰展开。这只青蛙有点大呀，把它掏出来看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斑点。没错，这就是视频里的魔力青蛙，背上7个斑点，绝对是它。啊，真的被你抽到了！我就说绿色青蛙肯定。
有吗？这个青蛙这么小一只，放冷水真的能泡成那么大吗？泡一下不就知道了？马上就见，先结成一盆水，再把我的绿青蛙放进去，盖上盖子。等三天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有没有变大。宝贝们，三天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的青蛙有没有变大？打开来看看。啊？怎么还是这么小一只啊？它该不会根本变不大吧？不然我们再泡三天试试看吧。放进水里，再等它个三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宝子们，又过去了三天，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变大？看一看。啊？不是吧？怎么还是老样子呀、啊？这青蛙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原来多大，现在还是多大。算了算了，这肯定是骗人的。宝子们，你们说这该不会真的是骗人的吧？要不然等一个月以后我再来看一看吧。时间过去了一个月。我的天哪，你玩过这种软软弹弹的小青蛙吗？有个小女孩把它给剪开，还在里面找到了一只受到诅咒的钻石青蛙。据说只要在午夜十二点亲吻这只青蛙，它就能解除诅咒并化身成一位王子，真的太神奇了。好可爱的青蛙丁丁乐呀，里面竟然能抽到钻石青蛙。咱们只要在午夜十二点亲它一下，它就会复活并化身成一个冲帅的王子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咱们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走走小伙伴们，咱们去小外部看看小青蛙。宝宝们，小青蛙给你们买来了，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好 Q 弹啊，这捏起来手感也太好了吧。我捏到一个硬的东西了，赶紧解开。这个小青蛙笑起来好开心啊，咱们就从它的屁屁开始剪吧。我急、哦、我好像找到小青蛙了，赶紧拿去洗干净。哎，这个青蛙怎么是小青蛙不是大青蛙呀、啊？虽然上面也镶满了很多钻石，但是跟视频里长得不一样啊。看来我没抽到，但是它的颜值还是挺不错的，看起来好像值很多钱。我赶紧也来找一找。咚咚咚，这么小的青蛙里真会钻石王子吗？我天，把里面的奶油挤出来。这奶油是挤出来了，可是没见到小青蛙啊。让我伸手进去掏一掏，摸到了一个，出来吧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小青蛙，上面看起来很好的钻石。哇塞，洗干净以后这个小青蛙也太好看了吧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钻石，一二三都数不过来了。我的青蛙比你的青蛙还大一圈呢，再吃两只看看吧。你们觉得这两只里面哪个会有钻石青蛙呢？说不定两只里面都有哦。咱们先来捡左边的看看。我捡，把里面的奶油挤出来，里面好像是空的呀。再来看看另外一只，再挤。哦，这个钻石也太闪了吧，这个会不会也是青蛙？感觉个头要大不少呢，拿去洗洗。这个看起来也好美啊，而且上面的钻石还是不同颜色呢，虽然比我第一个抽到的要大，但是也不是视频同款呀。一只比一只大，还剩最后两只青蛙，能不能抽到就看他们了。突然发现他们的脸上长了青春痘呢，先来捡第一只，一剪刀下去立马就泄气了，这一只全部扒拉开了，哎，里面啥都没。再来捡最后一只，挤，有一个绿绿的东西出来了，这一次的个头有点大呀，上面还带宝石呢，还不止一颗，这好像是个空的。赶紧拿瓶水冲一下，呛呛呛呛！这只青蛙实在是太高级了，它的爪子像个小扇子一样，身上全是大颗的钻石，还有猫眼石呢。我已经相信它就是个王子了。咱们已经找到了四只青蛙，它们会不会都是王子？等到十二点就可以来帮他们解除封印了。宝子们，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哦，让我先来亲吻一下我的这两只青蛙王子吧。哇哇！他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啊？看来你这两只是假的冒牌货啊！来试试我的这两只啊！哇哇，这怎么也没反应啊？原来你的也是冒牌货，看来这个床好像是假的。假的？哇哇哇！怎么样，我亲爱的公主们？这是王子吗？你们是妖怪吗？我的天哪！你在外面的草丛里捡到过这种一捏就响的小青蛙吗？没想到竟然有人把它给剪开，还在里面找到了一枚超迷你的无脸男，到了午夜十二点它还会变大，能吞噬掉所有一切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没看错吧，在外面的草丛里真的能捡到这种小青蛙吗？居然还能吞出来无脸男。不行，我现在得到楼下草丛里去找一找。小雨，小雨，干嘛？快跟我一起去楼下草丛里寻宝。寻宝？找一找，咦，这里有一只啊！哇，还长了几颗小牙齿呢。这里还有一只啊！
哇，是视频同款哎！这么一只，它的腮帮子还鼓鼓的呢。哎，那里还有一只啊！啊，这只的眼睛好大呀！不过你看，你找了这么多了。宝子，我们回来了！没想到这外面真的能藏到这么多的小青蛙。可这些小青蛙除了能吱吱响，还有什么用啊？那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它们的身体里可是有宝贝的哦！这是什么宝贝啊？等我打开你就知道了。这每一只小青蛙都太可爱了吧！到底先开哪一只呢？那就来开一个带眼睛的吧。这眼珠子瞪的都快掉出来了，用小刀在你的小屁屁上划拉一下。哎，这皮儿实在是有点太厚了。嗯，这里面好像真的有个小东西，冰乎的，看不清，也掏出来。出来吧你！真的是无脸男，他的两个小手并在一起，看起来很有礼貌的样子。里面竟然有我超喜欢的无脸男，你为啥早不跟我说呢？不行，我也来出一个。这一只嘴巴张这么大，这么开心，要不然就先干你吧，在你的脑门上拔一个小口子，撕开。我的里面怎么没有啊？原来你不是真的开心，只是在嘲笑我。这无脸男可不是谁都能摘到的。哎，这一只腮帮子鼓鼓的，感觉好像肚子里藏了什么宝贝。那就打你吧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打的时候可一定得小心啊，像我就不小心划伤了手啊。我会开一条小口子，出来吧，无脸男。这只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居然放了两颗小爱心啊，这一袋子诚意满满的样子，好可爱啊。哎，这一只怎么长得这么奇怪？为啥头上还有两个角？它到底这样是正面还是这样是正面呀？不行，得打开来看看。我不要啊，果然又有了，我这运气值啊可真高啊。竟然是正在睡觉的无脸男，这一脸享受的小表情实在是太萌了。不错，这几只无脸男看起来都好乖啊，要不然再来改一只小开心吧。哎，停，我刚才一直还没抽到呢，是让我出吧。这两只感觉都很乖啊，不过他看起来更乖。哇，每次竟然有了。我去，这个无脸男好像在祈祷啊，小小一只太萌了，再来嘎这只小青蛙吧。打开来瞧瞧，这只里面也有，这也太酷了吧，他还拿了一把镰刀呢，这是在告知死神吗？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这回我可以来说这只小笑脸了吧。这小容真的是太治愈了，让我来看看你隐藏了什么样的无脸男。悄咪咪来看一眼，原来是背着我的，跟我来吧。对啊，是不是少了一只啊？好像真是，难道是掉地上的了？这是大好无脸男！这小子比起来，这简直就是爷爷辈的。张嘴了！真的会把所有东西都给吃掉吗？那要不然我们试试？先给你尝尝小皮筋吧。戒指吃了。那再来个钻石戒指试试。真的吃了。哎，这一次一不小心卡牙缝了。既然他什么都吃的话，那我把手放在上面，他会不会吃我的手啊？吃掉了。